女朋友的十大没得解约，受不了了，你说吧。凡事，你没错，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吗？不耻下问。我问你，他好看还是我好看？关于，看见你我都不烦别人。善于总结，你们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没事儿，我没事儿，你忙你的。理性，分手，干脆。滚。亲爱的，我想买个牙刷。你买个牙刷，你跟我说啥你就买呗。好几千呢。什么？好几千？啥牙刷好几千呢？看我闺蜜用的这个牙刷可好了，人家说这个是牙刷界的爱马仕，还不锈钢的呢。不是，你现在怎么这么物质呢？啊，你怎么什么都跟你闺蜜比呢？我为啥不能和他们比啊？你这么合一合，你说你有他们丑吗？没有啊。那你这腿有他们粗吗？没有啊。没有，你买这个牙刷你就是多余。你看啊，别人夸你年轻漂亮有气质，不会夸你用多少钱的牙刷。那别人夸你闺蜜呢，只能说，哎呀，你看看你用好几千的牙刷可真好啊，功能真齐全呐，真有钱。他根本就夸不了别的，你知道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不给你买啊，你想买其实咱就买，咱也不差那个钱，知道吗？嗯，不买了，不买了。那不买了。啊，行。当代女朋友现状，我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，别的女孩子是心肝，是宝贝，是小熊软糖，我是事儿精，是祖宗，你必须得忍着，懂不懂？还得惯着，知道了吗？